你最近不会听说你最近在剧组啊？很忙啊，这么忙怎么有空来呢？哥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随叫随到。但是确实今天是在鸟巢，好几万人，我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剧场。哎呀，好几万人，我宣传一下好吗？哎，可以的。我拍了个电视剧叫《长安的荔枝》。长安的荔枝啊，是你跟谁主演的？我跟佳音，雷佳音。哦，你跟佳音主演的。长安，等会儿这名字叫长安，你演荔枝啊？荔枝，我演一个小朋友。你演很勉强啊，小朋友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长安的荔枝嘛，你和雷佳音嘛，快播了是不是？年底或者是年初。啊，行，好，太好了。嗯，宣传完了没？宣传完了，咱们干点正事。干点正事。嗯。什么呀？我不看见，我真的看不见。那我周荣，面练练呢？练呢？哎，你惹的啊？这跟我没事了啊？对亮，不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听我解释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对词儿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跟我对词儿。真的，他这两天太忙了。那个上台前啊，这个他们给了我一个东西，说让我给你，是一个链子。啊，对对，链子就是他。你好辛苦，哥哥，你要不你下去休息一下，把鸟巢交给我。哎呀，你休息一下。好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条链子？是因为好像你是曾经来过地球，这是一个证明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对对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你把我的剧情接上了，太好了，快去休息。公公，那看你的了。好嘞，好吧，好嘞，你了。